原标题：上校亲自带兵，200士兵全身绑满了手榴弹，战斗民族为何如此刚？身先士卒的长官并不多见，大多都是在后方坐镇指挥。俄罗斯士兵骁勇善战，因此俄罗斯被称为战争民族。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过很多身绑炸弹的抗战英雄，董存瑞更是现实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但这一次，俄罗斯的上校亲自带领士兵，200名士兵身上全部挂满了手榴弹，这么激烈的抗战方式又是因为什么呢？战斗民族为何如此刚？这是一场经典的战役，俄罗斯部队空降到突袭科索沃普里什蒂那机场，200个绑满手榴弹的士兵排成一排，像一堵人墙出现在人们面前，成功地拦截了北约大军。事情发生在1999年，俄罗斯这支空降部队用自己的身体挽回了一场血战。虽然这场战役俄罗斯失败了，但是他们守住了国家的尊严，拼死挡住了北约大军的进攻，他们便是俄罗斯民族的英雄。在去往机场拦截北约大军的途中，俄罗斯士兵还端掉了美军的一个监测站，并强行占领，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击溃了他们的心理防线。这次行动果断突然，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完成一系列部署，北约军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俄罗斯就已经占领了他们的机场。俄罗斯士兵运筹帷幄，还埋伏了赶来救援的英国士兵，拿到了绝对的优势权。英国士兵在看到身上绑满了手榴弹的俄罗斯士兵时，选择了退步，和平解决这次战争。军队的骁勇善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一场战役的失败与否。国家的军队是要放到战场上来检验的，他们个个都不怕死，拥有超强的意志力和决心，即使是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他们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守护了一个国家，守护了自己的民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